3:30加31分，伫花莲近海连续发生规模4.6，也个有4.3的地震。地震的深度分别是15.2公里，也个有11.2公里。这两件地震拢伫花莲太鲁阁观测到5级的震度。第一件规模4.6的地震，震央离花莲县政府北偏东边23.7公里的近海，上阶段震度分别是花莲太鲁阁5级、宜兰南澳4级、花莲市2级、南投合欢山2级、离台中德基2级。一分钟了后，花莲近海附近的所在又阁发生第二件规模4.3的地震。泰鲁阁同款震度5级，伫南澳3级，花莲市1级，还阁有伫宜兰市1级。